大家好，我是农民营养师聊养生。有一句话是这样讲的，做人难，做女人更难。作为女人呢，由于这个生理方面的原因呢，有时候啊身体会出现一些不适。今天啊就给女性朋友呢来一起来认识一种给女性朋友有帮助的植物。大家看啊，就是这种植物。你看啊，这种植物生长的地方也是很有特点。它长在这个山壁上，它这个平地啊上啊还缺很少很少生长。它叫血盆草，别名呢叫罗汉草、红五披，还有一种叫呢叫翻背红。大家注意看啊，它的叶子这个背面呢，它是这个红色的，所以呢叫它这个翻背红。不知道朋友们，你的家乡有没有这种植物？你们呢又叫它什么名字呢？它是成形科属鼠尾草属啊，一年生草本植物。你看我们挖了几颗起来啊，大家看一下。它的这个根呢有很多的这个根须啊，根细长多分支。它的这个茎呢是菱形的啊，青紫色。叶子啊，通常为单叶，这个星状卵形，或者是呢星状三角形，叶片长呢这个有3到5厘米到这个10.5厘米，它的花是紫色，或者是紫红色，但是呢我们现在呢看不到。它喜欢生长在海拔比较高的地方，在山坡、林下或者沟渠，常常可以发现它的身影。在我国湖北、湖南、江西、广东、广西、贵州及四川呢有生长。我们女性朋友啊，每个月的生理期啊，正常呢都会按时来呀、按时去，可有的朋友啊却来了，却久久不离去，不干净，这是身体出现了问题，需要调理。而这个血盆草啊，可以帮助你。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啊，有些时候难免呢会生个疮啊，或者是不小心呢、啊、这个在外面的时候受伤了啊，那么也可以呀、啊、将它这个叶子啊，这个叶子把它揉碎捣烂啊，揉碎捣烂啊，敷在这个坏处，那么有帮助。你还知道血盆草还有哪些养生作用？关注评论区，也可以啊在评论区畅所欲言，关注评论、点赞、转发、收藏，长按点赞，有我相伴。具体应用请遵当地的专业人士的指导应用。我是农民，也是名营养师，感谢你的收看，还没有关注我的朋友记得点一下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